大家都有在夸你，也没有这么夸张的吧？嗯，没有想过，就是陆柯燃吧，陆柯燃。因为陆柯燃的风格很鲜明，然后那个动作幅度做的那么大，就是他很有他的就是个人的 style， 就是略微搞笑，还带着那么一点神秘。就你在那练习的时候，不经意间一双大手就在后面帮助你。那稍微坐一下，不好看啊。没关系，你现在做你喜欢做的。不要跳，这样镜头能框住你。你如果来回动的话，就像他长，镜头就框不住。你看，他是啊，你就可以直接迈一步，这样就会框住你这双表情，对吧？就能抓到你。你突然会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，默默的。就好像那种电视剧里你正迷茫的时候，突然有个人出现给你带了一束光，然后拯救你那种感觉。你可以小一点做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啊。其实我觉得哈，反着挺好看，像就是脚跟是这样往上抬一下，这样勾一下往外。耶！你结束。这种感觉好棒。大概是个宝三真二的感觉，第二吧。第二吧，因为我每次在的组都难，第二。